那个那天那个那那个挣钱的那。那我跟你讲啊，我刚才我刚才用那个李姐的电话给你。你这样问我，我没办法跟你打，所以说我要给那个你。然后知道你会有我妈在你姐，你有你有在吗啦？你有在吗？你有在吗？有在，你就那个你姐那边有没有？给她按一下，她就跟你现在的通话就跟你通了啊。哦，你就问她，问她，你问她的话，她先问来的话，你就你就确定的话，你明天看看就是现在多少。建议两位可以趁热搭配我们蘸酱汁的时候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好用的话，就尝试。好，谢谢你。好。现炸的对呀。不会消化，不会消化。回家不知道写什么，不用拍美业，哎，没了。